太慢了啦！力挺，加快！加快，加快，加快！尽全力了！胡炳彦，你要尽全力哦！我在后面追你了，快点！尽全力跑！力量不要放掉，这样就浪费时间了，怎么这样啊？洪新宇，你跑比较快，你可以往后一点啊，不一定要助跑啊。他速度慢了，你就要往后啊！这种都是无效的接棒啊，怎么会先跑又停下来？尽全力，林伟，你跑得太轻松了，都比五年级退步啊！你们都怎么接棒的啊？最后一次练习了，还不谨慎一点。尽全力，赶快追！不要把力量放掉，追上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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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上去，追上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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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，小心！
是要这样加油，要像洪晴雨这样加油就对了。接棒也是没有接好。怎么会慢下来嘞？